我看这星在这里，过来要吃无？来五包，我看这星在这里，过来要吃无？来五包，我看这星在这里，要吃的，我看两包，一千块钱啊，够大，等我一下哦。来两包啊，大两包啊，哦，恁是拢少啊，我这边。这边上上上上，客气啊，红彩啊，对起啊，是这。来签到。来过来，要啥物？老虎啊吗？我老虎啊，来签到。 有鱼在河里花，我无带，等一下。你三号过来没卖掉，今卖了，这只是大家公认的哦。哦，你白相鸡嘛？你来一只鸡吗？来，三号你个收起，谢谢啊，帅哥，我把你处理处理掉，不好意思。谢谢。那把个直接安尼过啊。直接安尼，直接好。直接直接，哪号到早前？一百五幺。你处理好了，哪？就等我来找。来，谢谢帅哥，谢谢你哈，拜谢，没有，不知道。 来，谢谢帅哥，谢谢你哈，拜谢，没有，哎，这啊，这只卖过来啊，把三号上面也去。来啊，来啊。哎，三号啊。再找一条白虎当。大，你上来演讲过你个，你卖了八吧？这包叫私募鱼香港，用三万一百八滴吧？你一世人嘛才会交好一个，咁几落演讲，你讲不？这一包是跟十二条，两包唔免五百，四百了。哎，四百啊，姐。过来，要怎算？你个演讲系冇四百，私募鱼香港，这小包姐。过年过节你个整个行拢好食四百呢？ 四百，有啊吗？够了，要不要一包两百的无？还有啦，有啊。包一箱，你只要过年过节，你唔捌食过交好食的现场啊，两百够有咩来无？哎，老师要箱子，两百够有咩来无？要一个，两百够有咩来无？两百，拢有啊吼。你要箱子，我跟你讲。就你个到时，啊，飞机刚冒起来，佫冒上起来。我来讲飞机，我佫发一架了，我过来佫发我来公司当陪啊，飞机过来，飞机先冒啊。等他一下。来，飞机先冒啊。 你搞啥嘞？飞机什么？无无所谓，通拖。上一只飞机啊，飞机化了换只迄个罗永基化了过来换。换干杯哈！飞机头前啊！来飞机上吊未？来煮啊！我来讲哦，我只只飞机哦，大只个甜，佮厚吧，佮无西油啊，水啊那强拢无波，破腰死哦！你捌看飞机只大只个无？ 八块无，要八只高，我来讲这只你抢水着，阿拉抢拢无波，是阿咱这无西药啊。这只甜，这只脆，今仔你要食飞机的人，加三千两千蚊，先加钱啊！外口差一半飞机啊，二啊五无，这只当差三半无，差四半就差来差五半就差来，先加钱的一千来了。来签啦！我来要食这大只飞机无，一千块。来签啦！一千块，一千块，一千，一只加四块，两大只啊！ 直接丢钱了，弄免个铺路啊！要差袂通，要落，这青菜粒啊，要炸嘛好食啊，大只啊！这菜只一斤半四要二个啊！我来讲，今仔你要食飞机啊？我讲互恁听，夭寿哦！这有人这大只个咯。好，恁听我讲话落啊！你今仔甲我买一千个人客，我凊彩都送你，这大只我甲你看，恁若说了有破，你其他用我啊！我讲一半钱拢无破个啊，这才过来，这才过来一千三万只，一千。来两个啊！一千啊！你有加钱个人客啊？ 我搁过期啊，你讲。我搁过期啊，我跟你听我讲话了，直接过来，直接过来，直接过来。金融三四五的人家，你唔免搁考虑啊，大只啊。一千啊！一千啊！来啊！来啊！来啊！再一个话，几个？来两个。再来啊！最后一个牌啊，搁来咱见面时过年过啊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感谢恁大家的支持，真正谢谢，感谢你。这只是我的心意，叫不叫？ 你今仔只要我买一千个，这波浪只要无可能安尼，过年搞，你今仔我买一千个人家，这只我三米树，其他几年啊？这只过年，这只过来，最后一个一千个，来大只，一千个，一千个，一块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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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块
落啊，落啊，落啊，四个啊，六个你搁退啊？哎呀呀呀，我再退一下，落啊，叫他倒用，落啊，叫他倒用，我提钱提了，倒来我咧退，好啦，提钱的先退，四个才两分啊，干杯就啤酒。你话讲你罗永基话准备个罗永基，车顶存一千嘞，存一千，已经无无，我罗永基也拉啦，一千个几嘞，来签咯，好嘞，我来讲，伊也弄掉去处理，几只够哩，几只够哩，夭寿啊，愈来愈粗嘞，一千个几嘞，几只看这个飞机就低无水无啦，来签咯，最后搁一个啊，一千六个啊，真嘞啦，这飞机你食着你学好啦，来这边提钱嘞，哎呀，你要买签，呀，这机哦，飞机都无啊。
存你想了哦。是啊，别偷偷，我来讲哦，你无买人白买三只好无？啊，无买人只白来差好无？四百了，四百。无买买两只，怎么差好蛮足甜的？有啊吗？有啊，哦有啊，来我来，你放心，啊来我来画你只鸡啊，来。鸡啊，啥物啊？鸡啊，鸡啊，鸡啊 ，OK 啊。我来讲鸡啊无啊，洛阳我单纯一手了。你们就只只洛阳啊，这种蛤蟆都爱只算老鸡白大只，拢大只。你看新闻就知影，拢大只。只只同款免一千，只只同款免八百，只嘛鸡嘛当贵，新价钱的人鸡同款你贵的，我怕你绝对买无只大只鸡，350。来，350。三十，三百。两个。洛阳的黄金鸡只上好只啊。洛阳鸡只上好只啊。三红，三咩啊？三红。鹿茸，鹿茸鸡，三红。我想问，等我先。有啊，这些有卖套啊，不是，这包干贝你知影，我用炸药是无？啊，你一千啊，你劈过有无？腰收卖二十几个，这啊，讲卖英镑啊，英镑也是啊，一届卖啊，卖二十几个，你去看张的影片，这啊，你英镑的人最上啊，就这粒干贝足甜的啦，这粒就是天然卖下的，这大粒啊，这一包七八百块啊，两包才千二啊，你今日食干贝免千二啊，漳州里边迄个英镑哦，卖到两百块，你若要食干贝，上千块钱的生意，卖千多，千二卖哪？过年你顶下买大粒，你莫过去外口买细粒的哦，一千六。来千六，来上面食干贝一千块啦。来千六，你包开上来吗？我开上来。一千块上面食干贝一千。来千六，千六。我讲这包干贝你无买有无？真心的，你也要食套餐，你看你这次有冇看套餐只青的无？不看目睭安尼无？冷冻的哦，冷冻比我讲比现捞啊青的啦。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手表。价格钱，今日食干贝一千块无？来千啊！一千块上面只钱，我来要食干贝无？七八个啦，七八个哩，七八个啦，紧好啊！过年过节一定要买我的干贝，当要吃。今日去全部招只，二、四、六个人客搞买，所有只搞买一千个人客，七八个我送，七八个请你，三斤半的大坑干贝，三斤半，全部五个人客吃了好啊，一千来了。来千啊！一千块上面只干贝。去鸡了，赔偌多啦？一千块就一个鸡翅，要无一千？一千咯。干赔人要借了无一千？一千。五百卖晒哩。这边卖五百，你讲伊？还有四包。卖一千啊，变价啦。唔系，我买真济啊。你买真济啊？系啊。啊，这里位对啦。田中。田中哦。买已经定啊，我是讲哦爱干赔，好不好？田中敢不是高雄的隔壁啊？哎，差不多。田中会吃了，田中我还不知啊，歹势啊，田中我还不知啊。好啦，阿姐我来讲哦，你卖买五百，为什么我跟你讲卖买五百吼？因为过年要到啊，过年要到啊吼。只要你今仔日卖甲我买五百一面啊，你听我讲哦，今仔今仔日阿姐，你卖买五百，今仔日我让大家欢喜一下。只要今仔日你甲我买干贝，全部死的，第五你卖加钱啊。卖个比五百，我懂啊，全部四个了，懂吗？两个，一千了，两个，一千了，两个，一千了，我你欢喜啊！多拍一个，等我一个吼。我今日上个你去卖个五百。来，收一个，感谢你。最后两个一千了。来一千，大家，剩余就是包，剩余，剩余。最后两个一千。来一千了。哎，你对。哎，啥物代志？你看唔到，你看唔到。一千块够买来无？有啊，几万只。我来讲干贝，你无搞买，人家你搞买两包装一只。你搞买两包装一只，我这包干贝你要买四百咯。小家庭，你搞买一千块，你买四百咯。四百，来啊，四百来啊。干贝先要几个？四百。来四百。够人要签咧无？四百，多点啊。四百。有啊。有啊，恁恁五百了。好了，不要钱了。四包。好了，不要啥，你大姨讲要要啥物？啊，你赶快啦。帝王哥哥。两多。两多了，两多过去喽。来，几位帝王哥哥。帝王。帝王哥哥。赶快来，赶快两包啊。帝王哥哥，别别，三包来了，三包。三包。来三包呀。这张退票了，等下过年过节你买这个对哇，三包呢。没啥呀。不然买只帝王就要办嘛，我怎么送你这多哩？
沙发上面写沙发，这个你，这个上面，这个你，沙发上面写这个你，上面这个了，这个了，叫芋头上面，好，对，上面写帝王蟹八百包沙发，沙发，有啊吗？跟上面是八两八的不？沙发，沙发了，跟上面沙发的不？沙发，沙发，这东西是多少钱啊？今天贵宾大哥，今天过年过节嘛，多少钱？都一百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一百万，我见到一百万，那边一百两百六，那边吧。来一百来啊！一百两百六，那边退兵了，浪子啊，要几把？来一百，要几把？够要几把？够要一百两百无？拢有啊吗？一百两百拢有啊吗？帝王是白的，帝王无白啊。来，两个来啊！你处理你就来，这个。看那边吃沙茶羊肉，我这个连做是讲，我人连做新店的哦，连做上面去。连到你还要充钱，你冇咩啊？来睇下其实呢个，连到你要食要充钱，你冇咩啊？一个是 L 咯，大地咯，爱食一千咯，冇钱也一千公，来一千咯，一千块上面食一千，来，几多？蒜鱼冇，要食鲑鱼冇，鳕鱼鲑鱼刚好要食鳕鱼鲑鱼，来，这条过来，我来讲这条过来，拢冇钱的啦，这条过来啦，一个是 L， 你去菜市问看这一条偌济，这条过来，我来讲，我搁招一个食两公，这条过来，这条过来。一千块上面只一千，一千啊！我哪里卖一千只这大地？我讲真的，比菜市也俗真济啊！你今仔买一千块人家，我这地个，我不爱去啰嗦，这地个来，规盘拢你的，一千块拢。来，请一个啊 ！OK 啦，过来买只两块无？一千，一千啊！一千块买来无？两刀，两刀。收起来，过来买两刀的无？个人吃袂了，你小家庭的五百嘛，无要紧。有人要买五百的无？没有，斥责无饲的五百，人买来无五百？五百钱啊！来掏钱啊！五百个要吃哦，两刀无饲的哦。有啊，有就是啊。个人要买三百的无？我的希望啦，芋头晚上点诶，芋头晚上加鸡也要爱。